对，那另外哦，要来分享一下，就是卡卡本身是舞蹈老师，你在这么多全队哦，这么多的应援舞蹈里面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？要不要利用节目的这个空档，来带着观众朋友来简单的示范，来带着大家跳一下？好，卡卡 OK 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就让卡卡带着大家一起来应援吧。好，那我来播音乐喽。首先呢，先带给大家就是陈真的应援曲。是可爱的摸豆子的黑豆。谢谢卡卡哦，为大家带来了今天陈真以及叶竹轩两位选手的应援舞蹈。那也让观众朋友，其实你在家里透过电视，你也可以上网来找 Football Angels 带来的这些球员的这样应援舞蹈，在家里配着音乐，你也可以一起运动，一起健身。那在今天节目中，非常谢谢 Travis 以及谢谢卡卡到节目中来和观众朋友对谈，希望下次很快的有机会再见面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